暗号吗？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前八席次的杀手组织吗？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，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说错了，是靠你。小宋，弟子以后闯荡江湖需要注意什么事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皆不孝，见过爱国，建树有成便不算不孝。今天晚上啊，你来剑阁，我再送你一把更厉害的剑。外表没有一点伤，但脉象就可以乱成这样。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十大名剑，最好的剑心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配之剑，现传给雷无杰。要用心的与他交流，他才会回应你的。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你为何之急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想要守护的人。